27号中午啊，嗯，大概刚2点钟左右吧。然后那个班主任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姑娘肚子痛得快晕掉了，你赶紧给她送医院去看一下。然后我就去把她接到医院里面去化验啊，打吊针啊。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是恐急性肠胃炎嘛。班级有二十几个学生都呕吐拉肚子啊，然后他隔壁班的嘛，一半的学生都30几个学生也都出现这样子啊。那当天去医院的有13个，医院的大便化验出来。结果出来也查出来了，就是说这个病原起因就是毛玉登陆这个东西引起的，大家集体食物中毒啊。就是说，你给我们孩子吃这些发霉变质的东西，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你的没有发霉变质？你吃的东西，我认为是没有发霉变质的。这个学校，我是董事长，是我办的，我请了人来烧饭的。在食堂里面发现，就是首先有陈化米呀、啊，铜壶啊是。已经闻上去已经很臭的，鸡蛋外面都是发毛的，对，还有那些肉鱼啊之类做好成品的食物都放在那个冰柜里面，然后都已经发毛。桶里面装的是油，调味瓶是2016年的这个番茄酱。我们了解到是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，都是合格的是吗？对，那看到的这些东西发霉变质的，是不是给孩子吃的？我听他们校方讲是来就是不给学生吃的，没及时清理掉，毛衣过头可能不新鲜吧，应该是头天吃的，第二天拿出热一下给学生吃都行。我想要就是让这个黑心的校长，就是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严重伤害了小孩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个经济赔偿是一定要的，精神损失费了，误工费肯定要赔给我们的。